半新狙击，入股不亏。追星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今日 idol 郑繁星，我是郭成，我是戚培星。如果少年组是个组合，各自的担当分别是什么？担当，我是颜值担当。我实力担当。我那个，我希望我是团宠。他是团宠，我希望我是啊，希望老妖，然后他们的都是我的。那不可能。在暗恋中，认为少年组和其他组最不同的是，因为里面可能就太那种太虐了，然后我们是属于治愈的一个，对一个组，对对。我们一出来，大家就欢声笑语。OK， 我一个都没进怎么办？分享下自己最常用的暗恋表情包。我的话就是最近的那个，就是精灵哭那个，我太难了，然后这什么人间疾苦啊！我的话是那个，我也可以精灵五个那个。对，我最近就是那个吃鸡吃那个震撼我吗？会看粉丝群消息吗？多多少少还是会看了，对，就是有时候太多了，比如说，然后就可能会看。哦，我会看。一打开看到的那些，对，会翻。我应该是经常，我应该是经常窥屏那个。粉丝评论印象最深的是。各种彩虹屁吧，我想在哥哥的鼻梁上滑滑梯，不，你太重了。我想在哥哥的睫毛上荡秋千，不，我睫毛会断。郑繁星，只要你空降，我就干嘛干嘛，我就干嘛干嘛。那个对，还有超名字的。对对对。我的什么？为什么给老子出来？对，什么？对。如果有机会体验下某人的一天生活，你们会选谁？为什么？我想当一天马云爸爸。我就想着看着自己每天的支付宝，然后收着别人的支付宝，就来款信息，你的余额到账了100亿，哇，就听得很开心。我挺想成为蜘蛛人的，是不是成为蜘蛛人就不怕蜘蛛了？我想当外星人。你长得就像外星人。我想当外星人。你怎么这样？但因为以外星的世界来看地球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我想体验一下。对。异口同声测试 ，Ready Go！ 小苹果还是仙子？小苹果。御剑飞行还是飞机高铁？飞机飞行。哎，蹦迪还是泡脚？泡脚。长生不老还是紧体附身？长生不老，紧体附身。胖十斤还是秃头？胖十斤。啊？什么？怕什么？我没听清。胖十斤还是秃头？秃头。胖十斤。十斤。就是我选择。自己想要，但是也能秃头，对对，可以成就的那个，胖一百斤，不能秃头。三个人中最撩的是，精灵戚培星。三个人中最活跃气氛的是，郭晨。哎呦，教你啊，正戳出来。哦，对哦。你别看，要戳快一点，不然它很容易那个。你看，现在要掉两个。对镜头展示你认为自己最帅气的三个 pose。我请求场外援助。没有场外援助，你不能惩罚我。我不是黑骑士。我等一下嘛。我是王子。我黑骑士是啥？我不知道。就是你，快点，你帮我，帮我。就你穿最黑。好，我是黑骑士。嗯。然后你再帮一个，然后你自己做一个。我们演一个，对。哇。好。好，我的。为什么要模仿我？好，我觉得紫色。紫色。哇哦，紫色。这个。那个是上面掉三个。对。你别搞。哦。你们好过分。这个吧，下面这个。哎，不，别动！如果全倒了，我真的疯了。哦。一。如果回到过去，你会对另外两位说什么？这个我还蛮想听的。刚刚见面，少睡觉吧，多在一起吧，毕竟下一次在一起拍戏就不知道啥时候了，真的。嗯。七啊，我的幸运数字，对。做一个很拽的表情对大家说，来打我。你的幸运数字，对他。来打我。过来。对啊，要我就一锤子下去。我不听你的，刚刚听你的，我打了两个。你好厉害，我们都打一个，你一个人打两个。啊。哎呦。哇哦，这个好看哦。这个，我觉得这个对。废了，
放弃吧。你推我一下。我建议你这个真的。别就让他吹进去。不可以换，听到不可以换。我刚刚不知道。快点。哎呀，不听老人。好了，换吧。让你换一个。能换吗？让你换，你别动桌子。让他动。然后再用棍子戳。用棍子，对，用棍子。别动桌子，等于撑倒了。你至少有两个。一下子。就一下不止俩。你别这样。真的别这样，没事，你相信我。哎呦呦呦，两个三了吧？哇！你就波推了吧，发现。哇，紫色只有这个。哎，不，这是不是？我刚刚对你不错啊，老铁。推这个好不好？可以吗？选择一个对象表白我爱你。给我奶奶吧。奶奶，我爱你。因为今天是我农历的生日，然后我因为不过这个生日，昨天晚上我二叔给我发生日快乐，我说我忘了，然后他说你奶奶不会忘，然后这句话昨晚就看到还挺打动泪点的。对，来，繁星，你不是我，跟你快点，红色很多了，红色。我也想啊，这能推啥？我们现在就算抱团也活不了了，感觉啊。哇！死了。啊，你看我粉丝叫甜心，然后说那个谢谢大家一来的支持，给您比心。反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感觉对。红色，怎么办啊？老铁们。这个男人就不会吹这个。我是男孩。12。好痛好痛。最害怕的人是蜘蛛。对。哎，你要紫色就不会死哦。紫色或者蓝色。我也想要紫色。没有紫色或者这个。对。红的。那没办法，不会，我敲这个，然后就不会倒完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选择最小的损失，对不对？最少四个。Goodbye my love， 我的爱。三个。那你拿三个呗，我们三个。我们先 ，AD 干的打底，好吧？专业的，各位朋友。少一点 ，OK， 好 ，a little， OK， 你叫停就停，停，停不停？停，停啊，真的停啊，啊，可以吧？可以，还可以挂杯哦，来，喝前摇一摇，专业，好，这样可以，就这样，优雅一点好吗？好，你咋喝了？还可以，不难喝了，是吧？真好喝，不难，挺好喝的。对，专业的，不难喝。哎，祝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对，这是长寿水。嗯，有两杯。来，思追帮我挑一杯吧。对吧？好，这个吧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我想试试，因为我没喝过。哦，那给他多搞点。那你就喝这个纯的吧。那就喝纯的吧。那你别弄多了。对。啊，就这一杯吧。我也没喝过，给我喝一口。那你先尝一口。我也想喝一口。我真的没喝过。很难喝吗？你猜让我念，你喝一口真的，很难喝，哇，是吗？嗯，我不敢喝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哦，它会反胃，你会知道，它有后劲，就是，特别你打个嗝出来就好可怕，哦，就有点怪哈，嗯，我倒的太多了好像。干杯，朋友！你自己是想喝的，不怪我。那后劲太大，就会反气，你不是一股臭袜子的味道？嗯，臭袜子的味道。你还打嗝？这臭袜子的味道，就有点对，漱个口，难以启齿的那种。
哇哦，知道吗？你好恐怖啊！你这不可人际了。对对，怎样？我不可以，我最多就这样了。嗯，我的比较硬，下不去。对，我手是比较软一点，对，手软一点。那个，我给大家，给大家劈个叉。我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，对，来，双手交叉，双手交叉，然后举着鼻子的两端，然后我可以分开，你试一下。双手交叉，对，举着鼻子的两端，鼻子两端，对。可以分开哦，你可以哎，那你试试，双手交叉，嗯，这样子的，嗯，那你们这不行，不愧是你，对对对，你可以可以，好好放过我，我个人技啊，嗯，屌了，活成塑料球，不，没必要这么拼命，我想一下啊，嗯，唱歌，情歌，好吧，他唱 rap， 金一突然跳起来。啊，对，我怕我忍不住。你唱，我们附和你吧。你附和我，你不会啥歌？老香水。一首王力宏的吧，一首简单的歌。这一首简单的歌，把你的心情快乐。爱情就像一条河，难免会碰到波折。这一首简单的歌，等等有什么独特？好像我那么的平凡，却又深刻。哇哦，妈妈爱你，妈妈爱你，妈妈爱你，爸爸爱你，好的，爸爸爱你，爸爸爱你。像这个哇，我抽了个星，抽了个数，嗯，七杯星，啊，请问优秀帅气还倜傥，完美无敌最俊朗的七杯星，觉得自己妈粉和女友粉哪个更多？我觉得女儿粉比较多。爸爸爱你，爸爸爱你们。对，请问郑繁星是什么长大的？为什么那么可爱？可以模仿几句阿韵的台词吗？我吃饭长大的。模仿阿韵的台词啊，真好喝，再来一碗。请问郭城哥哥打游戏时击中的不是敌人，而是我的心。那么请问郭城哥哥平常比较擅长玩什么游戏呢？偷心游戏。居心游戏，对，居心游戏。居心。荒野孤雁，鸳鸯四翼，少年不可欺。爱哭之间，痛色成名，余生之处，风霜远行。血溅白衣，此生无期，少年不可欺。一剑之白，回望相去，点转光阴。谢谢，谢谢。想了解我们的最新资讯，就关注微博，一直追新阳，等你来撩。